鲨鱼哦。没有，你在淡水池里面会有鲨鱼。只是我刚刚看到一个很大的，应该不会出现，然后消失了。看你整个跟真的一样，你等下让你再去看。这下次我再去换衣服，不太好吧？你干什么？小心，我的肋骨。我觉得他如果撞到你，你就进去了。